哎，大家好，我是迷失生。和上次说的一样，今天啊，我们再来继续做 Ludum Dare 第30届的72小时组的几个游戏啊。我们首先来做一个叫这个。这一个名叫 This Little Piggy， 这只小猪猪啊，看上去，是个 3D 的游戏。好，我们来玩一下。Hello， 你好。是个主视角吗？欢迎来到作为一个太空影者的新生活。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美味的土豆沙拉。右上角出现了我们目前的任务啊，要找三个土豆、一个蛋、两个洋葱。这是土豆，都踩了，不管，超过就超过了。这是什么？这是石头。不愧是一个相当小的星球啊！这个物理引擎呢也是临时拼凑完成的，不愧是 Unity 做的游戏啊，竟然没有碰撞体积啊！不管了，来，我们摘两块石头做一锅好吃的石头汤啊。这是我们的菜嘛啊。好，但是猪呢？猪在哪里？难道我们是猪？好，我们找蛋和洋葱。哎，猪在这里，看来我们不是猪。这个我们这个动作有点可疑。好，我们去找其他的蛋呢，洋葱呢。这个虽然这个星球非常小啊，这是洋葱，看着像五彩斑斓大萝卜。还有一个蛋，鸡呢？鸡在哪里？对了，这个地方其实没有什么跳的必要，除了几个建筑物之外根本就。这些鸡看上去为什么？你们是拿蛋当枕头还是怎么的？好，回到你的小屋啊，在外面的盘子上开始准备做菜吧。先踩了，说不定等会还有什么剧情，还有什么新的任务啊。我们在这里来做菜。开始做土豆沙拉。虽然有点平淡了，加点培根比较好。这边哪个树桩上应该有一把斧头，听上去就是一个喜闻乐见的展开啊。这里没有吗？树桩在哪里？快点给我滚出来，我要斧子。这个地方太小了，反而容易这个没有方向感，因为它是圆形的。这个背景音乐有点，为什么会有哦哦呢？好，我们来找到了杀猪，哈哈，只有一头猪吗？来，小猪，我来了。这只小猪猪一定是很可爱的，但是这要如何完成我们这个相连世界的主题？好啦，等一下，什么声音？猪人完成了到我们这里来的传送门。你要杀掉他们世界中的猪的这个偶像啊，雕像啊，才能阻止他们附身。看来我们这个刀枪不入，来拿起枪。相连世界，这两个世界是相连的。这里还有人，不，还有猪，哈哈哈。弹药，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啊，我们完全没有这个血量。这是喷子吗？这是来福枪，反正我们无敌啊。这是微冲，看来获得了培根。其实我们直接去煮一锅培根不就好了吗？有血量的，我们现在76。看来这个猪啊，毕竟智商不太高，但是他们这个附身的比较多。来，这个就是猪的偶像嘛。好，全部打掉应该就可以了。你们这个星球也是一样。我们的 HP 好像没有上限，只有斧子了。
连声音都消失了。刚刚是不是因为我们比较那个？哎，我们只有三十多分血了，躲一会儿，躲一会儿。我们这个，哎呦呦，太多了，太多了。赶紧逃，哎，按 shift 键还能奔跑，赶紧逃，赶紧逃。这边有一个偶像，我们的血量还在三十多个，安全安全安全，跑跑跑，寻找一下剩下应该还有不多的偶像在哪里。哇，要死了。怎么感觉好紧张？还有这么多，那说明很显然还有像没有消除掉。赶紧逃，赶紧逃！到底是哪里？哎，刚刚看见了遍布的尸体。我们吃培根好像是加血的，被人发现。这是什么意思啊？好，卡梅瑞 open 赛道。是的，我们把门锁上的话呢，好，这个就是签约了啊，还剩十八次签约，下一次呢，24秒，嗯，他们呢都在说各种各样的啊，这个系统呢都还在操作，我们可以交互的应该就是这些吧。要不要去重新弄一下这个时空什么系统的什么什么呢？但是我们究竟能操作哪些也不是很清楚啊。感觉这个房间里面什么也没有，有点意味不明。这个是所谓的门啊，对吧？这个应该是开门的啊，说什么重力啊什么也有的，这个是重力吧？好，这个是哎呀，气密舱。如果有人进来的话呢，啊，我们可以把门关掉，等门关掉，把门锁住，然后打开。哇，救命啊！来，再来个人。不过这样的话有点慢。哎，而且好像还有这个恢复时间。我们等人再进来，这里看上去像是个反应炉之类的。啊，锁住它。这个是什么？不知道是什么呀。好，锁住门。好，这个时间还不行啊。计算机打开这扇门，我不开，我就不开，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哎，我们等这个时间恢复再来。这两个人反正就关在这儿了啊。其他还有些什么系统呢？不知道呀。啊，这个是推进器，这是火箭啊。这个坏了的话呢，他们是不是就会过来了？把这个锁住，这边也打不开。哎，这边他们门开开来了。哦，这边水淹满了，咯咯咯。哦，也就是说在签约途中啊，如果使用的话呢，啊，里面的人就会死了。是这样子的。这个是，这个是水的，已经用完了，啊，这个应该是反应炉啊，要等他们从这里进来才可以使用，但是他们不进来了，怎么办呢？啊，这个应该也有吧，打不开，他们进来了，在这边会不会有点危险呀？快点进来，这边看上去像是引擎之类的，说不定也是在那个签约途中才可以使用的。至少目前无法使用，还是说已经有这个了？哎，失败了。我们这个恢复的硬直啊。但是这个两扇，这是门吗？好像是的，也
也就是说门这个也有这个硬直时间的，这个就困难了啊。我们还剩十二次，倒是水比较快啊。我们现在门还关不上，推进器也还不能用，但是如果有人去这个厕所的话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边剑桥似乎不能点，水已经满了，快来个人呀，快点去上厕所去。没人去上厕所，那有没有人进这个门呢？哎呀好慢呀。是的，这样的话就用完了，我们这一次啊估计是成功不了了。关键是这个我们始终不知道该怎么用。先不急，我们等有人进到这里来。哈哈哈哈，平时我们其实不用锁门的。这个到底满了没有？哎，我们现在还可以用哦，快进来快进来，我们只剩九次了。我要把这个门的系统啊，因为刚刚发现死人了，他就把这个系统给重置了，我们使用的时间就不足了。我们现在这个终于可以用了，求人进来呀，进来我就可以用一下。现在只剩四个人了，但是我们也只剩几次签约了。推进器至今无法使用啊，我们也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加速运转。说到底是一个漫长等待的游戏啊。水我们现在还没满啊，有人到这里来我可以用一下这个呀，不然的话我就只能等推进器了。这个无法使用呀。刚刚门不开，肯定是有人把这个重置过了，我们所以只要安全呢就不要紧啊。来快点进来，我还要试一下这个呢，我都没试过。这个主要就是随机性有点重啊。 No， 他死掉了。好，还剩这回是真的还剩四个人。一烟烟两个，为什么两个人同时在厕所里？你们究竟在做什么？还剩六次签约，我们要完蛋了。哎，跪求你们，跪求你们到一些危险的地方去啊。这个反应器呢，反应炉也被重置了，跪求你们到这里或者这里来，不然的话我就灭了啊，只剩五次了，区区五次。这个游戏呢等待的时间还是长了一点。快进去快进去，你为什么不进去？可恶，进去进去，把门锁住。时间够不够？时间够不够？五四三二一了。哎，你们接着聊天嘛，门是不会打开的。 Computer open that door。Sorry, Dave, I cannot do that. You win, 你赢了，你终于把那些讨厌的人类给去除掉了。现在你终于可以啊，自由的探索宇宙，to boldly go 啊，前往没有机器去过的地方了。啊，好的，那么这个游戏，哎，竟然第一次就把它给通关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节奏稍微慢了一点，但是啊，它确实很有意思啊。杀人很有前途的。好的好的，这样一来呢又已经玩了一大堆这次的 LD30 界的游戏啊。有一些游戏呢迷之城自己去玩过了，有一些呢是这种类似于卡牌游戏的啊，还有呢有一些这个雄狮之歌啊，好像也是比较文艺的啊。迷之城玩了之后觉得没什么可以失望的，虽然画面很好，画风很不错，氛围很不错，但是这种哎呀男男女女之间的这种小清新的事情没什么可以实况的。那么之后呢其实
玩的游戏也不下20多个了啊，当然大多数没有给大家看到。嗯，好的，那么这一次的《Ludum Dare》的30届的游戏的实况呢，试玩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本期的实况也到这里结束，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迷之声，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赶紧冲上去吃点培根，好，加个血。好，这里还有一个猪的雕像，好，现在把剩下的通通杀死就可以了。但是枪声大作呀，不对，什么？我们又只有斧子了？明明弹药还很多的，什么？为什么这么多？赶紧逃一会儿，逃一会儿，恢复一点血量。我们现在17点血，不行，这样是不行的。但是现在敌人也是杀一个少一个了，这一点还是值得欣慰的。哦，还有。赶紧逃，我们只有个位数了，是不是这时候应该回到我们自己的世界比较好？反正那边呢，这边的偶像也已经全都那个了。好，我们捡了几把武器啊，这个弹药数应该是够了，我们也已经有20多个血了。但是什么？我们死了吗？这只小猪猪的最后我们没能杀死所有的猪，被猪杀死。好吧，迷之声一定要把他们杀掉才行，稍后回来。大家好，不知道是为什么，似乎这次重开之后这些猪已经死了，上一回回来的还没有附身好像，所以呢现在任务已经变成了回去吃土豆沙拉了啊。好，我们回去吃吧。那个土豆沙拉在哪里呢？我们的 HP 都已经150多点了，来享受，这一次可是有培根的。嗯，美味，这个培根也太多了一点。好的，那么这只小猪猪就到这里结束了。好，我们继续下一个游戏啊。是的，这个游戏呢叫 Extraction。 还出个音效。一般来说呢，这个应该是 extract， 这个解压、解开、分解这样一个意思啊。但是这边呢，这个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好，我们看到有4个人啊，这个看上去还以为戴着鼻眼镜，但是仔细一看，这个鼻子上根本是贴了张邦迪吧？啊，然后 WASD 可以移动，我们手上拿着这个不知道什么奇怪的枪，啊，右边显示，鼠标是射击，啊。好，这个动力做得不错。哎，有时间，哎呦，出现了。看来这个世界里面全都是这种嘴是竖着长的。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个是不是贴邦迪，下面有一个箭头，不知道在干什么。啊，好，我们有4把枪，哎，好像基本上敌人还是挺弱的，但是打死之后还能有尸体可以打出去。好惨啊，这是什么？这是出口。但是我们要找的是什么呢？什么？一盏灯？为什么是一盏灯，而且还漂浮在空中？下面还有，又要找灯了吗？哦，2盏灯了。这个灯停在我们的头上啊，还在左边啊。其他东西能捡吗？好像其他东西都不能捡啊。还有第4盏灯了。好多好多。是，为什么3个就够了呢？我们先把怪清一清，但好像它是随机刷出来的吧。杀杀杀杀杀，接下来干什么呢？好，进来，按空格键连接。是是，我这边是3个人了，有一个人在。哎，我鼠标在这边的时候可以控制这边，啊，这不就是那个，这不是那啥的，这不就是所谓的盗梦空间吗？
啊，有一个人守在梦境外面啊，然后这边好像确实也变慢了一点啊，我们在这边相对的要找两盏灯，对吧？这个类似于钥匙，哎，哦，扣血了，哇，不是吧？这个梦里面死啊，也不是梦里面，在里面的世界死掉的话，伤血的话，外面也会有影响。好，找到了，哎，有怪有怪，好，有药片儿，但我怎么感觉加血的不是刚刚伤血的那个呀？啊，那个人头还掩着啊，不，三个头都掩着，我还以为伤血才有这个显示，赶紧的，按空格键显示，按空格键，先补个血，把这边清清怪。果然，哎呦，音乐也进一步那个了。哇，最后岂不是要四个？这个压力很大呀。我眼神不好使呀。这边有怪，这个有一点不太好控制啊，就是我这个人也会移动的。这个一旦三个怪出现的话，压力很大。好，下面应该一个就够了。上面有那个，哇，快逃快逃！好紧张，这边有怪，哦，好紧张，好紧张，最后四重存，是的，太难了，果然最后是 extraction 啊，我们肯定是在最后一个世界里面找到钥匙这种，但是这个对迷之声的操作来说，有点困难，没有这个。可以在四个地方全都保持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啊，推荐给大家，挺帅气的一个游戏啊。好，我们去玩下一个。啊，这个游戏呢 ，House of Demise 啊，死亡之屋。这个名字有不好的回忆啊。哎，据说是个恐怖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哎，怎么操作 ？WSAD 啊，回车了。啊，这个毕竟是短时间内做出来的，任务提要，找到三个啊，在洋馆里面，就是这个在公寓里面找到三个邪恶的存在，灭掉他们。可能啊，也会有其他的异灵。这个 Ecto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就是也是妖魔鬼怪了啊。他们不是你的主要目标，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他们灭掉。祝你好运。哦，我们这个人长得非常的帅气啊，左下角这个。看着就像那个 Doom 里面啊，哎，我们还可以蹲，哇，我们这个一头飘逸的秀发竟然还会有残像，但是能跳吗？我们哎，是 J 是挥刀 ，I 是这是我们的这个字条吗？我们鼠标放旁边去，不对，这显示的是我们的胸口啊，白衬衫估计是看血量之类的。但是不能跳，没有跳的功能，真没有。好，我们 J 一下，我们是警察啊，什么？真的是往左边走？什么？没听见？反正就是说绕过去之类的。这是啥？哎，意见是什么？这好像有一种那个捉鬼管死队里面那种感觉啊。按 W 键可以上啊啊。哦，这边有一个，这个应该是检测什么的吧？哎，不想去看说明了，我们直接挥刀走一走，进去看一看。是的，有三个邪恶的存在，这是浴室。浴室里面通常都有不好的。加血的，一般这种削开来不是会有那什么吗？厕所里竟然什么都没有，令人失望。哎，他到时候是怎样会显示那个呢？是他的滴滴声？有人在敲门，打不开。我们在按住这个的时候，哦，这边有一个盔甲，但是没有头。哦。这里基本上
嘿嘿，一刀就被我们砍死了。这应该是异灵吧，像个僵尸一样。我们捡到了个什么东西，看一下，哎，什么也没显示，但是右下角出现了，那个是什么意思啊？不会是电池吧？要我们跳出去吗？哦，出来了，这不是钱吗？嗯，这个颜色淡淡的，这边不能进，翻墙吗？这个地图有点大呀，啊，这样很难那个，以及这个我们这个目前见到的这个敌人啊，啊，颜色淡淡的，看不太出来。车头车尾，我们拿到了个什么东西？哎，灯亮了，我们拿到的是什么呀？哎，这边可以走。这个金币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哎呀，这个地图好大。我们这个绿色的小人儿，难道还有什么不解的操作？下来了，好多钱。哇，你也不把人给埋了，真是的。哎呀，右边呢？嗯，这个地方真大，但是什么也没有。我们获得了一个绿色的宝石。嗯，走了。这个游戏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不解，完全不解。嗯，哦，这边有一个破败的小屋，是个僵尸吧？哎，什么嘛？我只不过回头望了一眼而已。那你，我们这个血量略少呀。一开始怎么没声音了？难道之前确实没有吗？为什么是一声呻吟呢？完全没伤血吗？哎，这扇门可以进的。这个眼珠啊，看起来就可疑。哎，这边又有一扇门，什么情况？哦，这边有尸体啊，但是什么也不能做，就是看见了一个死人而已。这边真的什么也没有吗？三个上吊的人啊，下面这个是我们的血量吗？原来如此啊，好，那就不怕了，大不了再死一次嘛。关键是啊，至今没有发现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我们获得的金币呢是分数啊。现在呢，我们血量还算安全，这地方啊不能进，只能前去那个 P 那边的，嗯，那个姑娘，啊，是不是找到三个人之后就会好一点呢？以及果然啊，这个是渲染的问题吧？这边是亮的，我们按了这边之后呢就亮了，哎，左上角显示的呢是钱，以及我们到底哪个是血量啊？还是说下面显示的是之前的那个满的血量，一条死完之后呢就会吃口袋里面的这个巧克力之类的啊？完全不解。我们现在要做的呢是在森林里面，哎，把那个姑娘给劈下来，好多钱，当的一声，嗯，之前右边已经看过，什么也没有。然后这边进去的时候，没记错的话，是要转身。不，感觉 HP 是那个红色的心电图。
好，我们这样进去。看来我们真心 HP 很少呀，那这个游戏真的没法玩了，太难了，完了。啊，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你之人之前呢，查了一下，发现了一件事情。这个游戏啊，按 Shift 键可以举枪，然后按空格键可以开枪。是的，它是有弹药的。然后我们现在手上下面显示的这个就是弹夹，啊，是吧？啊，口袋里装着的也是弹夹，啊，没错，我们这个之前的警车上面呢，啊，就有一个弹夹，两个弹夹，然后呢，男生之前其实已经录过一段这个了，但是不知为什么，文件消失了，啊，所以我们那接下去玩一下嘛，啊。这个医药包呢，我们现在满血不用拿，但是明之源之前这个拿了枪之后啊，还是打不过，因为这个游戏判定确实有点问题啊，啊，我们在这边什么也没有，但是之前呢，至少还是多拿到了一样东西，所以要给大家看一下，哎，让大家体会一下之后是什么样子。是的，我们现在呢就已经。大家看我们是很弱的，而且啊，这个设定里面呢，哎，以及这边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完全可以避开的，啊，而且呢，我们什么呢？是说啊，这个我们的子弹相当相当弱，我们的 HP 呢，总共就三四格的样子，啊，这边见到了一个死人，没什么的，对，我们首先啊，还是去把之前拿到的那样东西给他拿到。是把那个上吊的妹子啊，把她给解下来，稍后回来。我们还是一路打过去吧。大家看，这个太弱了，六枪才能杀死一个僵尸，也不知道是距离远近关系呢，还是这个主角啊真心枪法不好啊。到了这里呢，哎，我们开一下灯，这个也是，不愧是我，能发现这样的。真心是六枪杀一人，哎呀，还好我们拿的不是左轮啊，不过左轮威力肯定也要大一点啊。这边好像之后是什么都没有。啊，这不就是我们那个吗？我们宿命的敌人第一次把我们杀掉，啊，获得了一幅画。然后呢，补了一个血，我们现在只剩一发弹药，嗯，再往左边就没有了。那个，我们先去把那边的妹子给解下来，啊，没有记错的话呢，里面是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这边还有没有怪啊？给忘了。是的，我们呢拿这个东西呢，主要就是应该有三样重要道具，拿到之后呢，就可以引发相应的剧情。嗯，这个一幅吐血的画，我们首先还是回去啊，把这发子弹弄掉它啊。这个屋子倒是不能进，也是让人有点啊，这个设计上呢多少还是有一点问题的，比如说这个进门的动作呢只有在部分地方才可以使用啊。好，我们直接往回走。啊，是的，这边上去就是二楼。啊，这边这幅画呢是美国式哥特，这个一对老农夫妻啊，站在这个他们的庄园前面，但是这幅画里面人都已经死光了。啊，没错，这边会有一个效果，但是并没有滴滴滴的声音。这边有人枪杀了一个人，这幅画就不知道是什么了，有一点像 Domokun。啊，右边，左边有人。一刀，哎，虽然浪费了很多。好，啊，这边是那个白衣上吊女子的画，这个有一个巨大的破了的相框。本来迷之声以为啊，好像是书一样的东西啊。本来迷之声以为是要把右上角那个画放在这里的，但好像不是。啊，好的，这边呢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啊。图书馆呢拿到了一个弹夹，然后这边呢有一个雕像啊，
然后我们放上去就会滴滴滴滴滴啊，原来是这样用的。每次开两枪，对方接近的时候呢，这个操作略微有点难。哦，这个幽灵呢被我们Buy something, will ya？ 要不要买东西啊？有一个伐木工人的灵魂啊，在我们这边要我们买东西。好，买一点吧。我们来看一下。哎，啊不，这是梯子。那我们上去看一下能买些什么吧。好啊，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哎，上面显示的 FGH 什么？是啊，我是想买啊，什么也没有呀。嗯，怎么买呢？不能买。好像这边又出了一点问题了。好吧，看来本来呢是一个道具屋，让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新的弹药或者 HP 的，但是这边呢却无法使用了。但总而言之啊，三大鬼魂我们已经解决了一个，而已经超出迷之声的预期了。之前我们之前迷之声在测试的时候啊，哎，怎么这幅画感觉变了啊？不是变了，是本来确实就这样。哎，我们这个探测器啊拿不出来了，也不知道是坏了呢还是游戏出了 bug。 好，这是第三个，这是那个无头骑士的雕像。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那么那幅画要放在哪里呢？现在应该不会有新的绿色的怪刷出来了吧。对了，我们先回第一个厕所，不是可以加点血吗？对，希望没有新的绿怪啊。我们去加点血，加一格血，然后呢就可以，感觉这个也挺可疑的。加一格血。好，我们去看一下无头骑士是怎么回事啊。嗯，那幅画不知道放在哪里，会不会是那个死掉的作家那边呢？这边没有路。总而言之呢，我们看完这个，好，又是你，又是你，好，解决了。但是这个人又要给我们买东西了，但是我们买不到呀。是的，这个游戏因为这一点啊，导致了它的难度陡然上升。我们本来有机会补点 HP 和血的。哎，你在这里啊？那么怎么才能补血呢？迷之声研究研究啊，以及这边是不是地图卡住了？好，稍后回来。完全找不到。哎，没有办法啦。好，安空格可以，安空格可以。好，我们回个血啊。然后啤酒是什么？弹夹啊。它消失了，它消失了。哎，我还要买东西呢。好吧，好吧，本来只是想测试一下的，看来它也是有时间限制啊。来，我们争取这一次把它解决掉。我们的视角啊，视线范围很窄。神，是的，这个游戏它通关之后就跳出来了。给大家看一下最后这个画面是什么。他说：“哎，恭喜你完成了！哎，迷之声竟然把这个游戏给打通了。”啊，最后呢我们获得了一个寿司之类的东西啊，相当不错嘛，以及竟然把这个游戏给打通了。本来呢还想等它的这个之后啊出了什么改进版之后再重新玩一下，因为好像他们确实有这个计划，而且我们这个游戏啊感觉啊氛围也不错，这个游戏的操作呢系统呢也令人眼前一亮啊，相当有前途有潜力的一个游戏。那么就期待着吧。
好的，这个游戏呢叫 Please hold, a representative will be with you shortly、啊、请稍后，客户代表将很快与您通话。好，我们来玩一下。好像是一个啊，确实啊，这是一个 VN 啊，视觉小说的这种游戏啊。好，这是星期五的晚上，外面的空气啊潮湿又闷热，这个八月份啊，上班啊很长很漫长，但是现在呢啊，周末已经到了。我真是美好的有空调的家啊。呢你呢，要和你最好的朋友一起度过这段时光。电视机，今晚就只有你和我了，亲爱的，来，哎，我来把你打开。今晚应该怎样开始呢？啊，这个是刷网络，炉石，盗版下载你最喜欢的 HBO 美剧，啊，然后去做一点游戏开发，看 AV， 当然是看 AV。现在才9点呢，啊，有的是时间，找到一些。做某些事情让我忙活起来的东西啊，啊，网络，正在连接 WiFi 热点，连接。这个防版权侵害真的是丧心病狂，啊，连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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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看这个标题我们就知道这个游戏接下来怎么样。哎呀，霸王龙小短手连不到因特网怎么办？走。找不到连接，你开玩笑吧啊！啊，刷新浏览器，再来一次。啊，这可不成，关掉重开。这个人也是的，你连不上网，你重开浏览器有什么用？清除缓存，你直接打个 IP 地址看一看不就行了吗？啊，缓存清除中。滴滴滴。好累，哎，好你个头累啊，这也不行，关机再开，真不知道这东西出啥事了，再来，连接中，连接连接连接，快，你可以做到的，加油啊，检查一下 modem。我那边看上去没问题，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红灯，这叫没问题吗？重启调制解调器，好久没说过这个名字了，真是令人怀念。好，又有电了，接下来只要等就可以了，对不对啊？红点，红点，这不行，怎么办呢？打电话叫客服。天哪，真的只能打电话给 ISP 了吗？好吧，他们的号码在哪？在网上哦。好，正在接通 Communicast 啊，这是美国最招人黑的叫 Comcast 啊。然后呢，之前好像也正好有一段是，有一个客户啊打电话给 Comcast， 结果被那边踢皮球还是怎么样，有这么回事，差不多吧。啊 ，Communicast 就是他们了。您好，感谢您致电 Communicast 技术服。是的，我有一个问。你是我们最为重视的 Communicast 客户，请稍后会有技术代表尽快与您联系，只要有空。于是我们就等了。是录音吗？好吧，只能等了。音乐播放中。这边我估计不能点，果然不能点，这是背景嘛。哎呀，他们要让我再这样等多久呀？可能真的要花点时间嘛。应该倒是挺好。哎，好，又是录音。感谢您的等待，您是我们最重视的 Communicast 顾客，请稍后会有技术代表尽快与您联系。你开始看钟了啊，几乎。你回家之后几乎已经一个小时了，你无意的在
这个桌子上，用手指跟着这个音乐的节奏敲了起来。这哪有什么节奏啊，敲不出来呀，大哥。啊，不停的刷新。你呢，总是求神拜佛呀，哎，求求这次能行吗？不断的刷新浏览器，希望他自己能好起来。天真，太天真了。还要等多久呢？接着等，等。好吧，我等的时候也不用这么无聊嘛。玩，纸牌。你玩起了纸牌，哎，说不定还能这个打败你自己的最高分啊，破纪录呢。骗谁呢？你只是想看最后这个纸牌飞出来而已，然后你又不给我们看。哎呀，没有网络真是不行呀。啊，你好，欢迎啊，欢迎来到 Communicast 的技术服务啊。我们的操作员呢啊，每天24小时都在这边等候帮助您，请注意住，相连的世界，有连线的世界才是快乐的世界哦。今晚我能怎么帮你呢？啊，天哪，谢谢你终于接电话了啊！我这个网络连接啊有点问题，上不了网啊，没问题。你稍后几分钟啊，我来看看你的信息。等，别让我又等啊！点。哎呀，感谢您等待。现在呢，我需要你做一系列事情啊，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看一下行不行？没问题。然后他又要我们刷新了，能不能刷新浏览器？假装刷新了。好。哎呀，你伸出手臂，等了几秒钟，然后回复，没效果。好，哎呀，很有帮助的，谢谢你啊。现在呢，我需要你把浏览器关掉再开，告诉我结果怎么样。好，我就关掉再开嘛。没事情，太好了。能不能去看一下你的这个设定呢？哎，是右上角那个图标。清除缓存。我们自己就清除了，开都开了对吧？不行呀。谢谢你啊。这样呢，我们这边在检测之前呢，还需要你再做一件事情啊，希望你关掉你的计算机然后再开，这样它的设定呢就会重置一下了。你要我关掉再开是吗？对啊，就是这样，那样会很有帮助的。能不能关掉再开呢？反正我只是玩个游戏而已。电脑关掉了。好，你赶快再开，然后打开浏览器吧。再来，连接 WiFi 中，连接。你的浏览器说什么呢？还在试图连接中。Connecting， 还很好啊。错误，连接找不到，没用耶。浏览器说的是什么呢？他说错误，连接找不到。你能不能稍后啊？我来获取一些更多的信息呢？不，我。等，过一会儿天黑又天亮了。哎呀，人生真是寂寞如雪。你开始跟着哼起音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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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你继续等待技术服务人员啊接起电话。你开始思考他们是不是已经彻底忘了你，然后你彻底放弃了思考。我到底在干什么呀？我这究竟在干什么？明明是星期五的晚上，我就坐在坏了的电脑面前等待着。其实坏的不是电脑，而是网络。感谢您的等待啊！现在呢，我们要做一系列和你的 modem 有关的事情。你知道你的 modem 是什么样子的吗？是的，我已经拿在手里了啊，就在这里。能不能告诉我哪些灯亮着呢？两个绿的，一个红的。我知道了。那么其他灯呢？两个暗的，一直没有亮。好，那么第六个灯呢？第六个灯，没有其他灯了呀。能告诉我 modem 上有几个灯吗？五个灯，两个绿，一个红，两个没有。那么最后一个呢？没有了呀。能不能请您大声地数出来，告诉我它们长成什么样子呢？
数，第一个是开关是绿色的，第二个也是绿色的，第三个灯是暗的，不是绿的，也不是红的，第四个灯是红的，第五个灯也就是最后一个灯也是暗着的，第六个呢？没有第六个，总共五个灯，五个灯。我知道了，啊，希望您稍后几分钟。嗯，我呢，在这边搜寻一些信息啊，在我这边做一些检查。又来了。你好，感谢您等待 ，Communicast。哎呀，十分钟是我们的每一位客户。啊，我呢已经做了一个分析啊，分析了一下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样的 modem 啊。然后呢已经可以确认了，哎，没错，确实只有五个灯，终于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要做几步啊，来排除啊这种可能性，哎，就是排除呢是不是看你的 modem 是造成你连接问题的元凶了。啊，好的，我 modem 已经在面前了啊，很好的。嗯，首先呢需要你把插头拔掉，拔中，关掉了。很好，灯是什么颜色的呢？都已经关掉了，所以所有灯都暗着。太好了，能不能请你再重新插上插头呢？是的，我插上去了，现在能源指示灯开关灯亮了。好，其他灯亮了没有呢？现在还没有亮，等一下，现在全都绿了。啊，听上去太好了，那么你现在能不能刷新一下你的浏览？等一下，全都红了。你是说灯已经不是绿的了吗？我是说我已经不确定了，我也说不准了。点点点点点点，不停在变呀，灯不停在变吗？是啊，一个瞬间呢全是绿的，下一个瞬间全是红的，再然后呢，你现在只需要重新再启动一次 modem， 这次呢不用，你只需要重启一次的，不需要每一次都插拔嘛。我没有啊，它自己在变呀。等，哎呀，这已经是你的手没有放在 modem 上吧？我的手在，不，我没有再自己重启这个 modem 了，我现在碰都没碰了。啊，看到啊，我知道了。啊，希望您稍后几分钟，我呢在这里找一些信息，然后在我这边呢做一些检查。刚刚都已经五色战队出来了，又来。你好，感谢您等待。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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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到底发现有什么问题没有？啊，那我呢刚刚用我们的这个检测啊系统啊在你这边呢试用了一下，不幸的是我们无法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什么？哎呀，所以呢我呢已经擅自啊我已经呢自己呢决定啊派一个技术员工啊到你们这边来上门服务啊，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现场技能啊技术啊一定可以帮助您找到你的连接问题的源头所在。那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来呢？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本地有一个员工，技术工人，在星期二早晨最早，他有空，是不是约在那个时候比较好呢？星期二，是的，星期二，10月18日，11点，这个时间似乎。会不会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时间来？是十月？看来不是，这个确实是以8月份为时间的。没错，您需不需要定在那个时候呢？现在是8月份啊，没有更早的了吗？啊，为什么就不能今晚呢？明天早上也可以啊。哎呀，抱歉呢。虽然呢像我这样的技术服务员工呢客服员工呢是24小时7天都在线的，但是呢我们的实地技术人员啊只有在每周2到周4早上10点到下午2点
啊，每三个月当中才有一次有空的。这无法接受，我无法接受，我每个月给你们付多少钱啊？我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啊？哎呀，我很能理解您的不满啊 ，Communicast， 我们啊十分啊，我们以我们优秀的客户服务啊为傲哦。嗯，我可以下一次最早时间就安排我们的实地技术员工来给您上门服务。当然，也可以不这么做。总而言之，是您的选择。我要找你的主管，我要找你的主管。您要和我的主管交谈吗？是的，我就是这么说的。您确定我没有其他什么事情可以帮您的了吗？啊，那么看起来我们还有啊，明明我们还有好几步可以解决。哎呀，可以来看你的连接问题出在哪里呢？嗯，我已经受够你要我做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了。我明明自己都已经做过了。哎，我理解的，但是呢，我们能否修复您的问题，就取决于您所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呢。如果啊，你可以跟着我，哎，一步一步的完成的话，说不定我们就可以恢复您电脑上的服务哟。我合作，啊，尽快吧，好吗？我一定会尽快的。我找不到，哎，但是呢。啊，我找不到你这个提出问题的时候你的地址的记录啊。哎，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呢，我们从头开始就好了。您能不能刷新一下浏览器呢？我哪有这个时间啊？啊，你觉得啊，刷新浏览器就有用的话，我还会打电话给你们吗？当然不是啦。那你为什么还要叫我这么做呢？因为我的技术服务的文档呢，说明呢，一定要让客户先刷新他的浏览器。你就不能跳过几页吗？抱歉，这是不可能的。跳过页码呢，是啊，我作为一个技术服务员工呢，是没有权限这样做的。啊，作为一名 Communicast 的客户啊，我们是十分重视您的时间和反馈意见的。所以呢，您如果可以按照我们的步骤一步步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尽快完成了啊，帮你解决问题。挂掉。谁有时间玩这个？这个好像那个连这个电音啊调成歌都有过了啊，大家懂的。啊，放弃。你想到了放弃，现在似乎一切都没什么用。网络这样下去，网络永远都不会成功。难道我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吗？不，我不能放弃。你不是一个失败者啊！今晚结束之前，你一定会让网络成功的。Reset modem。果然是不行的吧？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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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啊！刷新一下啊！关掉重开。反正我们是在玩游戏嘛，对不对？等。我们现在还是浏览器啊，啊，还是这个 modem。哎呀，我们接着说，应该是完全重复了吧？对，我们接下去找他的主管嘛。我要主管。主管，不，我十分确定，我现在就要和你的主管交谈。哎呀，真的没有的吗？明明我在这里就是要帮助您的呀。你到底能为我做什么？啊，你能为我做的，就是把我接到你们的主管那里去。好吧，感谢您和我交谈。作为您 Communicast 的客户，您的时间和反馈意见是我们十分重视的。现在呢，我需要您稍后，但是呢，我需要警告您，哎呀，主管要接电话。肯定要等长一点的时间哦，请记住，连相连的世界，连线的世界才是快乐的世界哦。音乐中，他说会比一般时间等的还长一点。音乐中，到底会等长多久呢？玩扫雷，你玩起了扫雷，说不定能打败你的最高分。不，事实上你一次都没过，哈哈，太弱了。
有一天我能通关的。你看了看钟，已经几乎是午夜了，你可以感觉到自己要打哈欠，但是你勉强支撑住了。我多久我都会等的，网络需要我，人民还需要我。感谢您，哎，又是录音了。主管现在不在办公室，当然了，人家在午夜，按一留言，按二继续等待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按三取消。我等。什么？自动停，断线了。您已经断线，请重拨。这怎么可能呢？你开什么玩笑？他们挂断了我。我到底要打多少次电话才能解决这个事情？我到底付他们钱干什么的？我直接不可接受啊！你已经做不到了啊！不行，找，要求主管玩麻将，玩起了麻将。哎呀，点，其实根本不难嘛！啊，什么？我竟然还有麻将？音乐中。还是重复的啊，好啊，我们按一下一留言，请在提示音后留言。第一，你好，我只是想说，第一，感谢您的信息，作为一名 Communicast 的客户，我们十分重视您的反馈意见，请记住，连线的世界才是快乐的世界哦。就这样吗？我放弃了，真的，我放弃了。很久很久以前，曾有一段时间，当时人们是没有网络也可以活下去的。他们到底做过些什么呢？看书，不是已经午夜了吗？看本书吧。你决定看本书？啊，你看着书架上尘封的卷啊，书卷，古老的编程教科书和1970年代的过时的科幻小说，你拿起了一本很垃圾的烂大街的恋爱小说，浪漫小说，几年没看了，你蜷在床上啊，在小灯前面一页一页的看着小说，觉得无比的寂寞。点，尝试连接成功，感谢您有啊。哎呀，果然啊，这个很容易投入自己的这个心情啊。哎，好的，那么请稍后，这款游戏呢就玩完了。哎，结果时间还挺长的。好，我们再去看看吧。好的，这个游戏呢叫 Computer Open That Door， 计算机打开那扇门，有点这个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那堵墙这种感觉啊。好，我们来玩一下啊。探索号星舰，太空船从外部这个星区的漫长的任务回来，它呢要跳过20个星系才能到达下一个维修站。但是船上的船员们却还不知道啊，飞船的计算机已经有了自我意识。为了自保呢，他决定把所有的船员通通退休，当场退休掉，下岗掉。你就是计算机，你有20次超空间穿越。